恩典三六五，365天，365个祝福，在神的恩典里面。在约拿书，我们看见这个人，他最后陷到一个低潮里，那个低潮是他跟神闹脾气，那个低潮已经超越了尼尼微怎么样了，是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，他在跟主讲理，他觉得上帝你没有道理啊，我不要去，你一定要叫我去。用那么多的方法，我逃，你把我抓回来，把我放到鱼肚子里，你逼我，让我不得不顺服你。我顺服你之后，结果你又不照着你说的做，你让我觉得很没有面子。他觉得他很有道理，跟神生气。在约拿书的第四章里面，神几次问约拿说：“你这样发脾气合乎理吗？有道理吗？”约拿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就是发怒到死都有理，我觉得我很有道理，我就是有理。”这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约拿觉得他非常有理，但是你知道，我觉得我们华人最懂这个道理。我们华人常常讲说：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”讲理这件事啊，常常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因为劳资的冲突，劳方有劳方的理，资方有资方的理，夫妻两个人吵架，丈夫有丈夫的立场，太太有太太的立场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。站在我的立场的时候，我就会架构一个我的道理，我的理。我在念书的时候常常喜欢辩论，参加辩论比赛。辩论比赛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因为你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理论基础，然后攻破对方的那个弱点。但是其实这个题目可以拿来辩论，是因为两方一定都有道理的，一定都有道理。如果只有一方有道理，这没什么好辩，都是两方各有各的立场，各有各的立论。我在接受训练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学长训练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让我们三个一组，这个题目这三个人去准备正方，这三个人准备反方，我们就拼命准备正方有什么立场，反方有什么立场，大家各自准备各自的，然后下个礼拜来辩论。但是在开始辩论前5分钟，他突然说：“反过来，你们准备正方的，待会儿你们变反方，你们反过来变正方。”我们就乱了，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想正方的立论，现在叫我讲反方怎么办呢？找，赶快找，赶快找。那个时候很有趣味啊。但是辩论完了之后，学长告诉我说：“我就是要叫你们学一个功课，任何一件事情，在人世间的道理，都是两方面各有立场。你不要以为我把我正方的理论都准备得很巩固，所以非赢不可。你没有去想，其实他也有道理哦。”哇，那是我一个很深的学习。我父亲晚年的时候常常讲一篇信息，他说：“基督徒要走出善恶树，进到生命树。善恶树是什么呢？就是是非嘛，善恶是非对错。”基督徒要从是非对错里面出来，进到生命树里。生命树是讲爱，那不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就不讲道理了，而是爱超越道理。最没有道理的事是什么？无罪的耶稣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享受这样超越道理的爱，在生活里面。要不要一起来学走出善恶树，进入生命树？不是不讲道理，而是你必须承认人人都有自己的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是在是非善恶里面打圈圈，而是用爱超越这些人的逻辑思想里的是非善恶，用爱来代替遮掩许多的对错是非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走在爱里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基督徒走出善恶树，进到生命树，走出是是非非，非要变个你死我活，你赢我输，而进到爱里面。愿主的爱充满在我中间。Thank you.
手海中救了我，我已安全，爱救了我，爱救了我。当我在世界漂泊，爱救了我，爱救世界。